你好，咁啊，今次你嚟咗华为记者会，咁你最中意华为新嘅 Mate 20 边一部机咧？我最中意系个 Mate 20 Pro 啦 ，Pro。我知道嗰个 X 咧，其实就是打机嘅人咧，真系好啱使，但系好似大得滞，咁个意思系 20 Pro 我系一个最中意嘅。咁听咗咁耐，有咩功能觉得你觉得最吸引嘅？太多嘢啦，最离奇嗰个就系嗰、那个。因為而家有細路仔啦，我自己有做卡通，即係呢個通常係可以玩到好多嘢嘅。我個電話 scan 咗一個立體嘅 object 啦，一個公仔咁嘅，佢就可以做一個 3D 嘅卡通。咁呢個係我諗啲小朋友會想做。攝影方面嘅功能有冇啲驚喜俾到你咧？有啊，咁啊，不嬲華為啲影相都係好好嘅，但係今次又。最犀利就有個 Ultra Wide Angle 超廣角，好似係16mm， 咁所以嗰個係好有用，有個咁 Wide Angle， 咁佢嗰啲 resolution 啊 ISO 嘅勁啦 ，ISO 去到10万几嘅，高過10万，咁所以即係有好多時候可能去旅行，你真係揸部電話就唔使拎部相機。咁你最中意 Mate 20 Pro嘅咩邊隻色咧？邊隻色啊？我最中意嗰個綠色。綠色。